25件让男人魂不守舍的神秘玩具，不买两件我叫你爸爸。第23名，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。第22名，第21名，大聪明又有新发明了，没有镜头的老花镜，这个很轻很小，这种特殊的鼻头设计可以直接夹在鼻梁上，正常活动基本不会掉，戴起来很舒适，不用的时候可以快速把它收起来挂在钥匙上。第20，不喜欢走夜路的朋友一定要看停一下我们这款头灯，别看它这么小，它采用进口灯珠，照射距离可以达到500米，灯光的亮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三档调节，它采用感应设计，只要手一挥它就自动开灯，手再一挥它就自动关灯，非常的方便。内置超大容量的锂电池，充一次电可以使用3天3夜，特别适合家里停电或者户外钓鱼的时候使用，安逸得很。第19名，耳朵痒了千万别用老式掏耳勺，这样只会越掏越深，快来试试这个可以按摩的掏耳勺，螺旋弹簧设计不伤耳道，送入耳道时弹簧可以随意弯曲随意旋转，把耳朵里的脏东西都收集在弹簧里，关键一套只要几块钱。第18名，经常用嘴吃饭的老铁就应该备一个这样的钥匙扣，还能当个卡针，拆一个卡很方便，这个小钩子专替后槽牙，几十年的牙结石都套得干干净净，还带一个迷你小刀，拆个快递紧急逃生很方便，侧面还附带一个开瓶器，酒局用它开酒也很有面子，全身不锈钢材质，跳水也不会生锈，还能挂在钥匙上，随时都能用。第17名，第16名，经常穿裤子的人必须要有这个钥匙扣，关键时刻能救你的命，打开隐藏的小刀非常的锋利，在家吃手把肉拆快递都非常方便，收起来也能安全隐蔽，底部带个开瓶器，过年聚会开的啤酒被有面子加粗加厚的设计传给重孙子都可以。第15名，听说大家都在找这款枕头大小的代步车，重量只有21公斤，续航长达18公里，只见它动动小手，枕头秒变代步车，重点是竟然可以上飞机和高铁旅行，都可以轻松携带了。第14名，就这样直接把一整盒烟搞进去，以后再也不怕烟放在口袋里被压给压断，给人递烟没面子了，上面轻轻滑动就可以点烟，点火以后出门打火机都不用带了，而且还带有器材的跑马灯，非常的炫酷，在朋友面前点根烟也特别有面子，而且价格也很便宜。第13名，这个小卡包的设计呀，我太喜欢了，卡槽多容量大，像我们常用的银行卡、身份证、驾驶证、零钱啊都能放进去，好找好拿，携带也特别方便。第12名，难怪日本人活的时间长，你看人家抽烟都这么健康，透明过滤舱，双重微孔过滤，抽烟时套上能过滤出许多的焦油等有害物质，过滤效果特别给力，有效保身体，而且粗枝细枝和中枝都能用，可拆卸清洗反复使用，长 5.8 公分，拿捏也很舒适，一盒五支装。第11名，大家现在都在用这种新款高级打火机，它摔不坏砸不烂，用一辈子也不会坏掉，轻轻一推就能点燃，用来携带真的是太方便了。采用充电式设计，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，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，用它在朋友面前点根烟也特别的有面子，关键每个男人都值得拥有。第10名，就把这小金龙往池塘或鱼缸里这么一放，非常漂亮，它采用 3D 打造，栩栩如生，而且每个关节都可以自由活动，它是环氧树脂的，也不用担心它会掉色，把它放在鱼缸家里或车里非常霸气十足。第9名，你看看你的家里有这种指甲刀吗？有的话就赶紧丢掉吧，一碰就碎了，非常的不好用，这小东西太聪明了，全身是折叠别的设计，一掰就开，杠杆的原理按压起来特别的轻松，而且它的刀口还是特别的锋利，咱们拿个小铁丝试一下，你看非常的快，它背面还有一个指甲锉，可以直接打磨折叠，迷你方便携带，用完的时候把它这么一扣，收纳完成，可以挂在钥匙上。第8名，在床头可以放一个这种非常省电的小台灯，它是靠壁灯珠，别看它小，把它点亮以后它是非常亮的，平时放在桌子上，需要的时候可以手拿着用。第7名，这是一个高级折叠手机支架，把手机放上去角度可以任意调节，它还是一个超大容量的充电宝，一个快充一个慢充，看电视的时候觉得声音不够大，我们可以将这个开关打开，它就变成了一个蓝牙音响，这样你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对手机进行充电，安逸得很，不管是横着放竖着放都可以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便宜，喜欢的老铁左下角就能买到。第6名，现在爱打牌的人家里都备上了这款黑金扑克，火烧不坏，水洗不烂，所以说也不会掉色，弯曲都不留痕迹，跟亲戚朋友聚会都抢着玩，真是太有面子了。第5名，快把家里的老遥控丢掉吧，现在都在用这款空调万能遥控器，无需设置直接就可以使用，走到哪里开到哪里通用，任意品牌中央空调挂机柜机都可以直接遥控，一个遥控器可以用多台空调，真的很方便。
第四名，以后再也不担心轮胎被卸，电瓶被偷了。有这么一个车棚，不仅能防雨防晒，还能防盗。如果买不起车位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。第三名，这是一款可以挂到钥匙扣上的便携强光灯。别看它个头小，它的强光可以照亮上百个平方，还有弱光和爆闪模式。金属打造，这里可以用来开啤酒，背面自带强磁，可以吸附到任何金属上面，携带非常方便。第二名，这个可不是普通的侧电笔，它是一款智能高亮色电笔，红灯绿灯同时亮起为火线，绿灯常亮时为零线。它解决了我们普通色电笔总是看不见指示灯的问题，顺着线路往下走，灯不亮说明线断了，可以快速查找断点，关键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也可以检测线的通断。第一名，不到一盒烟钱就收到了这个烟灰缸，它每个里面都有灭烟纱，遇水就会膨胀散开，像果冻一样，不仅散发着淡淡的香味，还能牢牢吸附住烟灰不会掉，用完扔掉干净又卫生。